定位准确的吧。对的，谢谢师傅。喂，妈，你在哪儿嘞？在忙，你有啥子事？都几点了，你忙啥子呀？呀，我跟你红姨来都江堰的农家乐玩两天，不回去了，挂了哈。我老汉儿是不是跟你在一起哦？啊，没有没有。哎，何丽霞来了。喂，老汉儿，好久回来？我也不晓得。你是不是跟我妈吵架了？没有啊，你送我到门口嘛。我在忙，挂了哈。我爸妈他俩好像各自有艳遇了。我这跨年夜可太刺激了，我他俩要是离婚了，我跟谁呀？我30多了，我还要考虑这个问题。我的经验是跟妈妈。我老汉儿。还真的跑了整个成都啊。今天玩的开心吗？你怎么还不睡啊？去畅想，去赋能，去热爱，去飞翔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，美好的时代值得更好的你。让我们与梦之蓝梦六家一起飞翔举杯，共同起航。虽然是回放，也算是赶上倒计时。
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新年快乐，妈妈！新年快乐，谢谢。新年快乐呀！你干啥呢？泡脚呢。你呢？大跨年的，你咋没出去浪啊？爸妈也没过节呀、啊？这都几点了，大姐？爸妈早都睡了。明天还得早起喂鸡呢。哦，对对对。对咱爸妈来说呀，这些他们根本都不知道。人家就过一个年，那是春节。哎，咱家火灾重建工作咋样了？弄着呢，本来就该翻修了嘛，趁这次好好整整。那你也早点睡吧。行吧，那你跟朋友们玩吧，啊，拜拜。爸爸妈妈，新年快乐，我好爱你们。佩姐，新年快乐。郎佩，侄儿嘞，侄儿嘞，新年快乐！有点幼稚。幼稚？你们上次还买？那是因为我们团伙有岁数小的。我不也是岁数小的吗？我们你三弟吗？哎，你这个事儿就让他翻过去，好不好？看，跑遍整个成都买的。吹什么牛呀？吹牛？嗯，不只是我欢迎你啊，整个成都都欢迎你回家。新年快乐！哎呀，我要是钱都好了。哎呀，这么俗！谢谢。要得。还有这个。咋的？肖像画就算了，我这个不太适合把自己挂着。知道知道，我还不知道。不是盲盒也不行啊！别闭嘴，这个不许说啊，这事儿也翻过去了啊，嘘，不能说啊。小子，你看，啊，给，谢谢，可以收啊。嗯，你送收呗。来吧，这些都得放了啊，今天放完不能回家啊。爷爷，我这都有点困了。过年了嘛，这有点过年的气氛，跑遍整个成都呢。我会记一生的，好不好？好，好不好？谢老板。好。来。要得。好嘞。嗯。有点好看啊。好看。新年快乐，啊，谢。新年快乐，张佩。新年快乐！哎，别看我那个鸡肉干，咋个样？可以，非常可以。我想了一下，等过完年，要不我还是回老家找个工作吧。在那么老远的地方，家里有啥事儿都帮不上。
新年大扫除啦，看看我的劳动成果。佩佩，快点来来，我表叔、三伯还有二娘、钱表伯来看你了，快来来来，嗯，快快快进来。忍一会儿，忍一会儿。哎呀，女子忙得很，我跟你说嘛，一天到晚的。天怎么忙啊？就是天天都这么忙。我胳膊好酸，都不成脑壳出来，咋酸嘛？我跟你两个说啊，像你这种淘气的娃娃，红烧是最好吃的，你晓得不？哎，你们聊你们聊，我继续加个班啊。啊，哎，那你周末都这么忙？哎呀，不是，他天天都这么忙啊。妈妈，娘娘要红烧我。你不要乱说话。就是。人家是从北京回来的，不稀罕和我们多说。哎呀，哪个说的哦？我就跟你说，他每天都这么忙。忙啥子忙？找钱的工作是吧？就是个普通工作。普通工作？哎，不会啊。这么日理万机的，起码是个上市公司老板。姐以后发达了，千万不要忘我们忘了哟。好，又哪个发达了？你二天发达了，不要忘了我才是对的。肯定不得忘了你嘛！我小的时候好喜欢你哟，从小就看他有出息啊。我自己平时呢也非常的喜欢玩剧本杀，我的特长是沉浸式的引导玩家。我的研究生读的还是戏剧影视文学，就是编剧，跟咱们的职业也是对口的。嗯，啊，你说你之前在猫头鹰剧本杀店做过 DM 吗？为什么会突然想要换一家店呢？来啊。那个卷毛，你看到没？刚刚过去那个卷毛。啊，看到了。那他是个惯犯，你不要小心哦。啊，他每一次玩剧本杀都不满意，到处给人打差评。这样啊，啊，哎，那个，你看我都帮你们排雷了，要不然你们考虑一下。嗯，这个我还是得问一下我们老板。要不这样吧，你在这儿等我一下，我问一下。没问题。我们老板说，他比较介意你上一份工作的时间太短了，是不是犯了错才离开的？要不你再跟他当面争取争取。谢谢啊。带我见你们老爸吧。你就是这家店的老板？是啊，有问题啊。我说呢，啊，你这人不仅没素质，你这还同行恶意竞争，太卑鄙了吧？你搞清楚好不好？明明是你也觉得那家店剧本逻辑有问题啊。但是我不能乱咬人啊，都是开门做生意，你可以有你的想法，但是……喂，小强。啊。居然还没礼貌。有空有空，哎，不是我。哎，挪远点，挪远点，这手机上就干了不骚了。啊，你别管了，他的工作呀。哎呀，给你带来点吃的东西。啊，谢。那啥呀？爱情神话，一部很有趣的中年爱情故事，推荐你看一下。看过。但这爱情分什么中年青年呢？我喜欢这个电影，它特别的热烈，而且很真诚，音乐也很好听。你还记得你今天是来干嘛的吗？我当然记得，我来找工作没找成，这不找你算账来了。
你说你学的是编剧哈？对啊。我们这里不需要你这样的 DM， 赶紧想一下写剧吧。你让我给你写剧本杀？首先我先声明啊，我不是恶意差评，我这个就是市场调研，并且你也清楚，他们的剧本确实有问题，人物都站不住脚，你又没法投入，我们都不满意，那不然我们就合作一把，再去写。是这样的，我虽然是学编剧的嘛，但我给你科普一下，这个电视剧、电影、剧本杀它是不一样的，不是说我学编剧我就什么都能写。5万。我什么都能写，先付定金。时间也差不多了，我们就先走了。哎呀，好，今天没招待好哈。没有没有没有。哎呀，好好好好好。慢点哈，有空再来哈。哎呦，乖乖再来耍哈。好，慢慢走。姨妈，拜拜哈。好，拜拜。没事没事。啊，你们也早点休息了。哎，好好好嘞，不送了不送，好好慢一点啊，不送了，有时间再来哈。好嘞，好好好，再见。再见再见，好。哎，哎呦喂，好恼火，简直是。哎，搞啥子工作嘛？啊，白天黑夜六亲不认。卖保险噻，卖保险必须要拼命才能挣得到钱。赚钱要紧，但人生哪能只有赚钱呢？哎呀，你这个话说的哦，他这个年龄不赚钱，他赚啥？他就是必须要认真的赚钱。是给坐到这子，快点收拾了呀！我瞌睡都来了。啊，方案确定了，嗯，现在就按照最后一版修改的来。这两天你也辛苦了，歇着吧。我下午去找朱刚的爸妈，直接把这个投保的合同签了。没事，我跟你一起去吧。啊，不用，我自己去就行。这怎么还得两个人办呢？虽说以前上学的时候我在班上人缘不好，但都这个时候了，我看看老同学没毛病吧。我刘峰也是朱刚的朋友，他会懂的。哎，行行行，啊，挂了。阿姨，我下午过来找您，把我之前给您说好的准备的资料都准备好就行啊。我一会儿到了给你发信息。朱刚昨天晕倒了，在医院呢。妈，我出去一下。贝贝，你去哪儿？啊，我去趟医院。哎，你咋子了？咋子没咋子。啊，我看个朋友，我走了啊。你路上慢点哈。哎呀，我孩子呢？哎呀，等一下，嘿，走了走了走了。啊，好好。哦哟，金风火车。去哪儿嘛？还是看个朋友。哦。师傅，我八六七五，对吧？哎，好嘛好嘛。好，马上马上。嗯。爸爸，你快点，有点着急。哦，好嘛。谢谢啊，主任，谢谢你啊！哎，来半天了啊啊！哎，爸，你送他来的？爸，哎，啊，叔叔，对不起，我没认出来，怎么是您啊？没事的，没事的，记得给个好评。啊呀，要得要得。哎，我们客人在催，我赶紧走了。啊，要得要得，慢点开啊。你叫的车啊？啊，这也太巧了，没认出来，我都没往前看。拉活儿瞒我干嘛呀？走吧，走吧，我给你拿吧。不用不用，来。他现在的身体啊，已经承受不了转院了，不折腾也许是最好的选择，让他少点痛苦吧。
叔叔阿姨好，叔叔阿姨。行，让他们坐吧。哎，他们。哎，看你呢，老祝。让他们坐吧。怀着宝宝呢，你不该来这个地方的。怀个秤砣我也得来呀，我。来，怎么样？今天感觉怎么样？好多了。没事，我们今天来办点正事。这是我们确认了方案之后的投保资料。因为超过60岁了，所以我们一会儿得出去给录个音、录个像。录辛苦了，没事。这个保险叔叔阿姨一人一份。佩姐，数不对啊。对着呢，都是老同学、老朋友们，一点心意。舒刚，你还记不记得小的时候，你让我跟你回家，你说你那把老孩儿就是我那把老孩儿，对吧？咱俩同桌那会儿，吃了你那么多零食，连本带利还你了。小时候就贪嘴，现在是不是更能吃了？现在减肥都，谁还那么吃？我最近挣的挺多。你我还不知道呢，别端着了。是他一直端着。他让我们跟他一起端着，我是不乐意的。谁端着？不知道谁。我怎么端着？我那叫马不扬鞭自奋蹄。什么？谁跟你吵吵？我你看，这不是老同学有难。麻烦大家了。说的没有用啊。麻烦什么了？麻烦我们谁了？麻烦。嗯。我那东西呢？啊，我晓得，我晓得。以后写的，写了很多张啊，他都不满意，就觉得这张最好。他想留给你们做个纪念。明日隔山岳，世事两茫茫。我肯定好好说，我替大家收着，放心吧啊，都在这儿。没想到。我人生里面最开心的日子，是在高中时候跟你们在一起。我们也是，都是。算了，那我们先出去拍了啊，叔叔阿姨走。姐，那麻烦你了啊。没问题。没事吧你？没事没事。保持好的心情。干嘛干嘛干嘛？太热了，太热了，出汗了已经。阿姨先稍等啊，我看看，你先进系统。你找个安静点的地儿录，看去了唠吧。啊，行，走，咱去这边。阿姨，进系统了吗？进了。好，叔叔，您一会儿拿着这个，听这个电话里边的指示，然后他让我们怎么做，我们就怎么做，就像我刚才跟您说的那样啊。行。阿姨，咱一个一个录，一会儿录完叔叔就录您啊。对对对，这样就可以啊。准备。好，3、2、1，开始。请出示有效身份证件，告知本人所属机构名称。我让你放点说，当然你早点说。他们就是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们稍微录一个东西啊。你录你的，你录你的，不耽误吗？各说各的，快录吧。不是，您先小点声行吗？不是，算了，也不能不让人说话，咱们换个地儿。阿姨，坐，来。你赶紧给你妈说去。来，给我。知道，不要出来。阿姨，咱们还是听里边的要求啊，还让咱干嘛？来，好。哎，算了，算了，人吃饭呢。不是，不让。算了，哎，您等会儿，吃吧。拉你吧。你去哪儿？不好意思，阿姨，走走。啊？去哪儿啊？没事，叔，先稍等啊。哎，来，先往后，先往后。哎呀，哎呀，这也没有个好地儿。要不这样，要不我家离这很近，一脚油，我们回家路好不好？去你家？
谢阳他们在上面，我们快点录，我们快去快回，好不好？走吧。嗯，那行吧。行，放心吧，谢阳他们在这。我开车。那我给丹丹发个信息，让他们跟他们说一声。慢点，阿姨。想什么呢？你想什么呀？我能想啥？问出去的人。阿姨。啊。阿姨你好。哎呦，你是？我刘峰，那个张飞同学。啊，妈，你好。哎呀呀呀，阿姨不用换了，直接进来就行。我都换了，好好。妈妈，祝刚的爸爸妈妈来我们家拍个视频。好好好好，来来来，请请请请，好了。啊，来来，请请请。外边太吵了，我们回家路。阿姨坐，阿姨坐，坐坐坐坐沙发。好，坐坐坐，好嘞，坐。哎呦，刘峰，你小的时候长得高，现在长得更高了，嘎。肯定长个儿嘛。比谢阳还高，你认得出来他哦？我比他高半头呢，我得。那我坐这对面。啊，行，你看看光怎么样？行。叔叔阿姨，我们这个保险是从65岁开始，每个月能领1500块钱，这个清楚了吧？晓得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先从阿姨开始录，阿姨录完叔叔录，好吧？光行吗？可以。莫说话了，我们录了。好好。很快啊。可以。3、2、1。我是方毅保险经纪公司四川分公司的张佩，这是我的身份证。这是我的职业证。好，那叔叔阿姨，我们开始吧。好，嗯。根据保险法第17条，我现在向您阅读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。这是保险条款和投保单，为保障您的权益，请您认真阅读并签字确认。从小到大，你从来都不问问我真的想要什么，小时候也是，现在也是。现在还是不懂。你想做的事情是啥子啊？最后就是卖保险。搞啥子工作嘛啊？白天黑夜六亲不认。卖保险噻，卖保险必须要拼命才能挣得到钱。嗯，今天我们就完成了，就是这样的，我们就等着审核就可以了。好的，好的。嗯，好，那我们就回去了。好，叔叔阿姨，你们快回医院吧。好。哎呀，没事的，应该的。哎，张培，你就不要送了啊！啊，送送你们了。这一段时间，你真的为我们做的太多了，谢谢啊！不客气，不客气。这段时间啊，你为我们东奔西跑的，太累了。应该的，阿姨。这些保险的事儿，有出任何问题，你都问我，打给我们俩谁都行啊。你们所有的事儿跟保险没关的，也可以找我。朱刚的事儿都可以找我，好不好？我知道。嗯，没得事，没得事。对不起。你们养了个好女儿，朱刚上学之前跟我说过，他跟佩佩在一块儿的时候，佩佩成绩又好又漂亮，人还义气。过了这么多年了，都没变啊。就是啊，你们回去路上小心哈，有啥子佩佩能帮忙的，尽管开口讲。哦，就是就是，谢谢了哈。麻烦哈，没事没事，麻烦。那我走，开车去了。对对，你开车。叔阿姨这是来的忙，也没给你们带东西，下次再来看你们啊。好好好，我送送你，送送你。慢走。啊，送送你，甭送了，甭送了，不送了，不送。那你安全送到医院吧。放心吧，放心吧，放心吧，你早歇着啊。好好好，谢谢。送完你也回去一会儿。好，拜拜拜拜，叔阿姨。哎。哎呦，你只累到了啊！哎，我累啥子累哦？你看那个朱刚的爸爸妈妈真的是不容易哦。就是就是，那个老孩儿，去倒杯茶来。好好好，爸爸给你倒杯茶啊。女子啊，咋子？我觉得我们好像从来没有看到过你工作时候的样子哦。咋个没看过嘛？我每天不都是在家里头打电话发微信嘛？你妈妈的意思是讲，没得看到你忙，但是不知道你忙啥子。哦，谢谢老汉儿。你现在晓得了？晓得了。咋个感受哎？欣慰。难过。咋个说？欣慰是看到你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做有意义的事情，我们很欣慰。难过，一是看到朱刚的父母，二是
我们不了解你。不要讲了，孩子压力大，不要讲了。好好好，晓得晓得。讲嘛讲嘛，我想听我想听。那我就讲了。哦。这个做父母的呢，总是想了解自己的娃娃，远了担心，近了呢又怕掌握不好分寸。我跟你说哈，最重要的是要在房子边边上有幼儿园哦。实在不行就找个男朋友吧。你一个人在外头多辛苦的，再找一个人陪到你辛苦，哪点不好嘛？啥子年纪就做啥子年纪该做的事啊！你也30多了，不找男朋友，我觉得我和老二对你的教育出了问题哦。你不可以扯我的快递，你不可以掀我屋头，你不可以夺我的东西。我上厕所的时候，你不可以拿你的钥匙开门。我这个人你是晓得的哈，你们老汉儿呢天天劝我喊我放手，我也晓得。但是，今天看到楚康的父母，我突然觉得人生其实非常的短暂。我害怕那一天突然就来了，我们两个根本就不了解你，我们居然一点都不了解你。好了，不要再。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多交流啊？是噻。好，不要再讲了，不要再讲了。哎呀，你讨厌得很！我现在这个叫触景生情。我也是，我也是。他躲不起，他讨厌得很。老汉儿，你真的是铁石心肠啊！好，你讲。好，哎，时间不早了，该买菜了吧？走，我们买点年货去。哎呀，啥子时候这么早就买啥子年货？早晚买，晚卖不都得卖干净了。走，好，走。这哭一鼻子，真的莫名其妙。讨厌的，杨秀清，你真的是好烦哦。我说的都是实话。好，把我孩子拿出来，你的。那个不是我的，我的呢？老汉儿那是你的，我老汉儿已经糊涂了。是我的。OK， 很好，来，潘老师，哎，很专业，哎，保持，保持。哎，很好。哎，来，樊老师，哎，很好，手再高一点点，哎，很不错，很不错，哎。哎，好。OK， 好。行吧。哎，来，过来看看照片。哎呀，真的挺好的，谢谢你啊，谢谢张老师。那个，我今天状态挺好的，要不再来拍几张？哎，可以，来，再来。谢谢啊。哎，好。辛苦了啊。哎，好，保持。OK， 很好，嘿，好，嘿，很专业，好 ，OK， 好，可以。嗯，好的，谢谢你啊。哎，不客气。樊老师今天辛苦了。哎呦，你个死妹，你黑死老娘了！你啥子时候来的呀？刚刚。那我换衣服啊，回家。慢点儿，你不打算解释一下吗？啊？啥子解释了？哎呀，你妈天生丽质，星探发现了你妈就走上了演艺的道路，你就是发现的太早了。哎，你要是晚一点发现，等你妈走上了大屏幕，我带你去电影院，你在上面看见我的时候，那才叫惊喜。这水果好漂亮哦！真的呀。真可以啊，可以。走，哎，我去换衣服，你去打车，走。打什么车呀？啊，咱家不是有一个现成的司机师傅吗？啊，晓得了。好一派北归风光哦。请问二位女士，你们去哪里啊？
小孩儿，妈，我晓得你们都是为了我。哎呦，悠悠，莫哭莫哭啊！我跟你说啊，我和你爸年轻的时候我们就喜欢文艺，哎，那个时候没有机会呀。我们现在老了，我们有机会了，是吧？你看我们每天很忙，然后还有钱挣，多好！哎，哭啥子嘛？我们马上就要见到曙光喽！哦，我们也是响应国家的号召，做一个活的老人嘛。啊，你们不老，好嘛，哭了嘛？哎，好嘛，好嘛，好。二位请上车噻。谢谢。写咋样了？哎呦，写这么多了！嘘，创作是很严肃的，我这得构思呀。我想想啊，你就写一个符合你这个人的。符合我这个人，展开说说。你这个人嘛。一会儿受气包，一会儿呢像个疯子，你就写个人格分裂。你说的这是悬疑本啊，那需要更缜密的思维。那你要写啥啊？别挂，手机要炸了。我看一下啊。大型水军公司被抓，成员信息遭网友曝光。水军公司有什么稀奇的？遍地都是啊。现在搞水军的都要学戏文了。哎，小董吧，怎么去干这个了？走投无路啊？啊，人不会还在群里吧？这咋了你啊？受啥气了？这董佳琪现在有点东西啊，他要去写这种没有底线黑稿的。以前吧，我觉得他单纯可爱的，咱们都被他的外表给骗了。本来没事儿，现在有事儿。孙康，这个世界上78亿人，你是最没资格说我的吧？你把我的想法剽窃过去了，当了你的敲门砖。你之前是个贼，现在还会落井下石了。原来觉得你蠢，现在觉得你又坏又蠢。我血口喷人，怎么你不相信现代科技啊？你自己好好听一听，一字一句录下来的。大家不相信的也多听几遍，记住这个恶心的声音，免得到时候被恶心找上门，还不知道恶心到家了。孙康，你他妈就是个老鼠屎，剽窃可耻，原创最恨的就是你这种贪婪的小人。对，这个情绪很好，你就保持住，放进剧本里，这样剧本情感浓度就有了。编剧还是需要一些逻辑思维能力的嘛。是啊，思维缜密，手段狠辣。你该不会把我们俩对话也录音了吧？不是大哥，你到底听没听懂啊？他剽窃了我的创意，我这是合理的合理反击。你又没招我，没惹我，我录你音干嘛呀？除非你坑我。我怕了你。你这个情绪挺好的，你就保持住，带进剧本里继续写。不过，你这个孙康是谁啊？前男友？我眼瞎了，我看上这么个前男友？是，肯定不能看上这样的，要找要找一身正气的。好。嗯。啊对。哎，你别打扰我行？你给我看一眼。别影响我，这身份写仨字，你看啥？你看我没写完呢。给我。